是啊！等你起到家来啊！啦，啊是要安怎做会较好哩？哦，才惊讲哦，即嘛安尼啊，水沟跳落去哦！啊，万一若阁套牢哦，即下毋知要套一年啊，要套两年啊？哦，较早哦，听讲迄行永久啊，即套了二十年啦、啊！哎哟恁祖妈要娶死啊！掉！即嘛，咱着开始哎！ 当头壳的时阵啊，毋通阁生讲落去，你也有所了解啊。你想要追求股市的利润，相对的真济铺路的啦，哦，从这主力啦、大股东啦，哦，包括在外资啦、安那坑杀散户啦，较早咱听嘛听较无爱听，对毋对？ 所以讲，咱来提高警觉，来个再来，唔是要做青梅牛啊？咱来较巧一下，安那巧？直接追高，你那较流畅。咦，暗暝啊，明嘛在安怎不？是太阳先出来呢，还是飞弹先到你家门口呢？哦，这咱、個、来想看卖一哩哦。 对毋对？所以不确定的风险很大，毋是安尼安尼涨也买跌的也买，安尼吼很容易受伤。无采你前下舒坦的，结果同我抓一只，哎、哦、呦，就抓个吐啊吐啊。所以我讲，魏老师甲你建议，当初各家来当冲应对。 赢过遐来做破单，为什物？因为不会套牢，即声套落去，毋知要偌久呢？所以讲，当中有一个优势，降低风险，没有套牢。尤其逐个目睭八十二金。 困起床，拢会先看一下美国盘的期路，对无？哦，啊，若讲着美国盘，咱台湾即个台积电的 ADR，汝嘛爱去甲了解者。台积电涨即个 ADR，哇，去四趴外呢，去超过四趴。汝若讲哦，认真甲折访台湾的台积电的介绍，以前收盘。 一零七点零六美元哦，甲折换哦，要安它折换？你甲除以五哦，一个啊台积电 ADR 哦，可以换算呢，五个台湾的台积电，安、啊、呢，你著甲除以五，然后呢，这个乘以迄、那个台币甲美元的汇率，得到的答案就是六五八涨嘞。张 咱台积电只收盘五七四哦，这个价差差偌济，差到八十四箍。伊若咱甲观察，这一两个月来台积电的溢价，溢价哦哦，就是台积电的 ADR、比台湾的台积电，价少较悬，边边甲算起来啊，一两个月咱甲观察。 它差不多三四十块，那突然间变大啦，变成百几十块啊！那按呢依然套利的原则，就是要买低卖高嘛。哦，台积电的 ADR，他管就是卖台积电 ADR，然后台湾的台积电比较便宜，就在台湾市场买台积电的股票，因为溢价空间拉大。 拉大到十四点六趴，那安尼这个经营来个研判，台积电你去无？当然一定去也呀，因为价差太大了，会带动咱台湾的台积电，所以台积电你也看開、啊哦，开盘等于收盘呐，哦，安尼啦，七十九块，三点三趴。 啊，这个经营呢，那讲起四礼拜前五月十六号，二老师都已经甲汝秃头啊。讲台积电要带头反弹，这个盘要起啊。人气，安、啊、尼连续甲你讲三公，都、就是台积电，对讲台积电要领涨啊，结果你即么则所看着、哦，哎哟，哎哟，哎哟，去九十九箍起来呢。 咱够甲换算，一一支台积电，它是上市上贵全值上单嘅股票，大概占零点二八 percent 以上啊。哦，你甲换算，算算啊，一支台积电咯、哦，起九十九箍，对大盘贡献诶八百二十点，占这波行情起去啊，占四十五趴。 敢若一支台积电，伊二一老师，迄当时五月十六号，讲起，对吧？五月十六号，汝讲你讲台积电，都、就是伫遮，只？台积去九十九箍，对大盘来讲是八百二十点，结果呢？这回汝有看无？就是台积电伫带头，所以当时二一老师讲的第几只？ 甲来起一千八百二十点啊！那为何他拄啊开场牌？我二一老师都甲你讲啊，起甲遮来指标严重超热，你若搁跳落去，毋是甲追高落去，相对风险很大的因为你买毋是买台积电呐、啊，你买的是较小型的遐哦股票啊，对毋对？ 所以，你看大盘起到遮来一千八百二十点，指标严重超热，啊！你若个甲追高？哎、欸，啊！呾即声若套牢落去，毋知欲套偌久呢？咱参详一下，好无？改变一个策略一，一用当冲降低风险，没有套牢，赶快会当大趁钱。 安尼会使无？防拉兼洗裤，安全，搁来呢？有钱趁安尼毋是遮好诶，对毋对？汝坐看哦，今仔日开盘落起两百八看八点哦，收盘起两百六十一点，人气，这是汝每下所看到诶结果呢。来来来来，汝甲看卖者，二语老师吼、哦，逐工透早八点四十五分起货开落去。 马上都汇完的一通的讯息，来阿拉讲，市场预期呢，年准会暂缓升息哦，即回哦，即个位哦，来四大指数平均涨一点五八趴，目前美股盘后咧小涨零点零三趴，日韩平均涨零点六六趴，台指开盘哦都大起一百四十六点啊哦，台积电呢，持续发威，来指数不断创今年新高啊嘛，对吧？ 今日呢，则要做多当冲应对，马熊哟，對我来稍微回完一个答案，都、就是要做多当冲应对。为什么要当冲应对？避免隔天的一个风险。万一呢，马仔这个盘呐，转入弱内去嘞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。啊，你这个看，第一件事啥？就是材料高点。搞 搬开了，马上第一支就材料啊，毋是等下哦，去甲你看有诶时阵才跳进来去上班，对所以我讲嘛，起甲遮来，人去搁做交，若个流仓风险是毋是真大。万一煮熟的鸭子飞走，哎，趁诶变倒了，哦，迄着上瘾啊呢！你甲看今仔日上市四百十五支是落诶。 上柜即边咧三百三十四支是落的，若安尼上市上柜落的家数咧七百四十九间是落的，然后咧占上市上柜的比例超过三成，三十一点六趴，所以讲毋是直接靠运气要趁到钱哦，即当时我咧甲你讲的。 指标严重超热的情况，要格外小心。尤其不具体材、不具基本面的那些个股，怎么上去，怎么下来，速度已经紧。而且二一老师噶评估一到五月的营收，没若公甲当年修比啊。 还属于正成长的啊、哦，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尔尔啦，其他拢离离落落啦。搁甩你汝来看，看讲第一季的向哦，迄个盈余啊，都、就是 EPS 啦，趁的啊，要甲顶年相比的啦。哦，迄位真济真济股票离离六六啊，无甲十趴啦，汝甲想看卖？ 一年有四季，那每一季那个车平均是唔是大概零点二五帕？啊，有诶讲第一季甲顶年全年都安尼甲比例换算一下，竟然呢不到去年的十帕，一大堆哦，这东西危险的是危险之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具。 基本面题材个股也跟着涨，啊，我他多阿弟讲哦，不具基本面题材个股哦，怎么上去，怎么下来？所以我跟你讲嘛，你这东西唔撒咧欧比乎咯，而且这个比例占很高哦，占了三分之二、哦，一到五月营收不如预期。 而且甲顶年相比，拢是属于衰退。衰呢？你哪个看到第一季它的 EPS 五名次啊？不到去年十倍，一大堆，竟然会股价对你起。所以我太多阿在跟你提醒，用当冲可以降低风险。今日你看是起，明仔载搞不好嘞，转向瑞奇的速度真紧。 所以我建议你讲用东冲，现弹现好，安尼是毋是较好？上安全，对毋对？无负担，无压力嘛。免看讲美国盘啊，去咯，安怎的时阵哦，再紧张六六出嚟未赴啊啦，对毋对？所以啊，你啊看讲今仔日起两百六十一点呢，下跌的加速还有三十一点六帕，不可小视哦，这里爱注意哦。 我讲诶，财报不如预期，诶，大不如前诶。哎，你要特别特别小心。当然啦，你无研究，甲遮来啊。马金，来，我真济好康诶，拢放伫来伊特 h 内底。你甲扫描加入二姨老师诶来伊特拢会甲你提示今仔日咱要安怎做，对无？谁嘞嘞？哎、欸，战国，互你分享今仔日咱。 阿拉整？阿拉做，也未、啊、收盘，搞不好二十分钟，搞不好三十分，搞不好一点钟，牵手起来，哎、欸，咱就当冲完毕啊，现赚现好啊，抓起嚟，收盘加来，有明日的应对能力。伊甲你讲明仔载，哎、欸，咱哎，阿拉注意什么细节？哦，较未哦，哎、欸，视较差个所在。 算了，哩，收盘了，咱就哎，搁、欸、一个明日之星哎、欸。我发现吼、喔，最近有七、七、喔、七、七股票吼，价差很大，大概拢有五趴至十趴，价差很大的个股。当然，我优先互咱的吼会员朋友哦、喔。啊，若讲咱这粉丝好友咧，我紧，我二位老师会、欸、分享一支哎，给、欸、恁大家吼。 攻击赢都是跌价，明日之星，尤其最近的价差变大了，五到十拍一米偌拢伫遮。若有这样子的？诶、欸，你则甲咱点阅一下，我、哦、点一下就有啊。哦，遮简单呢。所以讲，即卖操作吼，越来越进入高难度哦。你莫看气哦，哦，听讲跳落去哦，过去阿公阿嬷是安那套牢的、啊。 哦，包括咱只的属龙工商的投资朋友，汝买股票绝对毋是等一套吧？咱是要来趁钱，但是相对直接个接股员，我无建议汝又阁用切面牛的方式。我特都话甲汝解破，三分之一的上市上柜个股还符合正成长，竟然有三分之二的股票。 是，跌跌浪浪，基本面大不如前，所以怎么上去，怎么下来啊？你爱铁红，只爱高票，所以我唔得跟你讲吼、哦，咱安全起见啦、啊，加入二一老师的拉一套，在家加加减减，会给你提示哦，指引你成功之路啦，卖误会哦，嘿，托个 I I 球再来，再来问二一老师这个怎么办，那个怎么办？ 那预防万一嘛，对无？咱阿拉做，哎、欸，好汝啊！头头仔死，诶、欸，头头仔叹，啊，做到这顺势诶，来，汝甲看咧。像安尼吼，当冲完毕，是毋是无负担、无压力？这轻松的啊？汝会使甲咱的会员朋友共款呐？诶、欸，啊未收盘，咱都已经下课啊嘛？因为咱无做到尾盘去嘛。 或是二十分、三十分、一点钟，我着砍掉啊！下课了哦，回完兵好，今仔日哦，大个大丰收哦！谢谢二一老师的哦，今仔日哦，冒死啊！真的一级棒，你甲看嘞，来昨昏啊，甲你出招一级，有无？喜笑颜开，讲互你较简单诶啦，加入二,二一老师的拉一头 M m 八八八，对无？就赶快跟上来。 这同我讲诶，明日之星，长都甲你做预告啊！连起明日之星，安尼，人气倒一支，我塔拄啊，已经甲你透露啊，都、就是材料，都是材料。人气，你自家看，开以盘九点，马上的材料啊，五二一，五四五。 人去，他带我互你看即、這个咱个化学会员个信息嘛，对无？八点四十五分，是毋是？讲啊，台积电持续发威嘛，指数不断刷新今年新高嘛。今日择优做多，当冲应对，有无、啊？第一支到一支材料，高点马上盘开入去五二一或者四价，先买准备当冲。会员朋友，汝接到信息。 麻烦着呢，骹手较紧呢。哦，你若骹手缩缩，歹势，明天清早啊？为什么？你家己看，也、啊、无要小等，也、啊、无要拉回，最低刚好就是五二零，多还好你穿价成交，你个小号者歹势啦，哇，变变变变往上冲。 啊，正经哦、喔，香港人会员会措手不及，讲啊，该出,出,出无，该出无，该出无。迄当时拄恶意，老师上无闲的时阵啊，减趁几啊箍银啊，嘛无要紧啊，咱就趁二四箍啊嘛，对无？有二十四箍，算起来就四点五趴。啊，我讲嘛，最近有真济股票像今仔日的材料共款。 价差五趴到十趴，一大堆。要谁人会知影？对家来，对家来，你就知影。含所有粉丝好友，逐个分享。今仔日安尼趁着有爽无？二十二分钟，下课，现赢二十四块的价差，十张十张做，现赢二十四万。 有送无？二十二分钟，总统的薪水嘛无遐悬。二十二分钟就二十四万，吼、哦，爆死啊！木怪啊，无收盘，会员朋友爽歪歪，二姨老师谢谢咯。哦，大赚一降咯，爽啦吼，利用嘛，来，所以我讲嘛，咱的诉求就是速战速决啦，咱毋是要甲股票谈恋爱。 二十二分钟，我就甲牵入下课，安尼不需要长时间去盯盘。就算你看盘，看甲收盘又怎么样，敢会赢？啊,啊，毋是讲你看着会起，对唔对？哎，连迄个面角啦，人去做股票吼，毋是安尼吼，该拼赢的啦,啦，来较简单的啦，你甲看卖啦。二一老师六月份安尼一讲一支。 大放松，已经九连胜了，八十四万五千，八十四万五千，人去，你甲看卖吼，一、這个月，来，安尼，对六月一号，华晨，有无？先卖后买，两块半的价差，十张，十张做，两万五千块。 过来電，电真空，过华晨，人去先买后卖。我来讲嘛，咱顺应盘势，贴着盘面，该多咱多，该空咱空，这着做单冲，进大后出的所在，顺势变换多空，有为秋桃临迟股变换会很快。 但是恁若手头全部拢是做多的股票咧，二位老师讲放空，汝空袂落啊，这就是人性啦，对无？我毋则讲哦，当初哦，伫趁哦，无事做波段的啦。因为恁若锁定一个个股，啊，汝一跳探过，啊，临边起，临边落，临边起，临边落，临边起，临边落，汝总结有赚到钱吗？无嘛，起是劳命，浪费时间，浪费金钱，搁浪费遐是精神。 自家己股票盘了嘛，何必呢？咱安尼挑，哎、欸，弱势股做空，挑强势股做多，安尼你看看，华晨做多起哩，涨停，咱免甲涨停，咱甲只安尼就好啊。七万五亿啊，抓入来搁见顶，来，会多一空你甲看，安尼落去搁两箍盘一架差。 十张十张做到两万五，再来易金光，即安尼一列久啦，都免半点钟啦，有无？九点四分到九点二七分，安尼现赢十一万二，再来咧东哥游来，我是安尼，叫赢行情，赶快来，赶快叫赢咧，对无爱普咧，都安尼，先卖后买，又搁现赚十一万，再来嘞精华。 过来去，中间哦，感觉好较得甜意。我讲安尼啦，趁十一万啦，现赢现好，对无？过来采意，安尼毋免一点钟，差不多三十九分尔，安尼现赢十万块意啊！佫晒着今仔日个材料，有无？瞬间爆发，安尼二四块意价差。你啊看，总结六月份佮今仔日。 九连胜，八十四万五千，安尼趁着毋是真趣味诶！干在介底啊，你侬我侬，有意义吗？敢有趁较济？无嘛！所以我甲你讲嘛，你用当初赢诶，绝对无输普通啊。我特拄仔咧甲你讲，最近我发觉真济股票，伊诶价差。 可以达到五趴到十趴之间。你若做普通诶，敢有法多赚咧五趴十趴？所以讲有即个好康诶，拢藏伫即内底，藏伫即拉页头内底。今你甲点阅一下，遮趣味啦！我二语老师每日啊努力啰嗦写一大堆的文章啦，最紧甲你讲重点，对无？昨日你啊看。 咱台湾币一瞬间，搁现赚七万，哎、欸，啊，即、这个华富嘞，现不现涨停嘞，冲起嚟嘞，你有吗？所以我讲嘛，你毋免烦恼，明仔载该多该砍，我拢已经准备好啊。你手机啊，摕起来，你甲扫描你 Q R code，M F 八八八，加入二一老师 l i e i t 对吧？马仔這，这支请按加三。 马仔礼拜三，请按加三，互汝来分享咱的联赢喜悦。这著是二位老师伫讲的，明仔载的明日之星，不离赢，不离谈，遮简单嘞。汝甲扫描迄个 Q R code，加二位老师那一套好啊，对无？来来来，最近哦、喔，咱新闻度上悬的著是即组诶，清代家族诶，一天建议三支。 哇！啊，那爆死啊！今仔日四星七万五，的价差。你有看二位老师动作拢是开盘，毋是等甲看有才跳进来，未浮啊？迄无价差，比功夫比实力就是这，对无？开盘出来去现赢七万五，四星一工三 G 吼、哦、创意六万，过来咧，你以往咧。 嘛，六万。今仔日安尼，即三支总结赢起来十九万五千，吼、哦，四星七万五，创意六万，利旺六万，哇，都爆市啊！今仔日现赚十九万五千。人去总结六月份红不让，佮再来，逐天赢完胜一百十三万七千。所以我头拄仔来甲汝讲嘛，咱即组清代家族的。 询问度最高，为什么？啊，著一张一张做领呢，就会使赢到百万以上嘞。哦，啊若这一个月趁起来绝对超过两百。所以我简单问你嘛，用当初有比做波段趁的更较多无？绝对嘛。所以我讲嘛，人气，明仔载，明日之星。 坑底加，坑底加，甲你分享一下，请按加三。3, 马仔石破天惊，要赢来大家小酒到顶，共同分享赢赢诶喜悦。有样做，赶紧扫描 QR code 加入二老师那套 FM M 八八八。M、8, 马仔对二老师继续八八八，谢谢。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财经鳄鱼老师当冲有够多，优势又很多，贴着盘面该多就多，该空就空，当冲完毕临持股。 就无套牢的烦恼，无负担，无压力，速战速决，现赚现好。正交税减半，手续费比较便宜，改变做当中有钱又有闲，好眠好人生。亚洲投顾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，三倍金啊，就怎样？高期期五但是金侪投数朋友，伊刚金几一无怪，最高又三低 安尼敢会赢呢？观念甲做法唔改，较济嘛输无到。良心个建议，要赢就要一刀一砍。二姨老师用心和你做伙赢。亚洲投顾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二五七八三七七七。7, 请珍惜你今天拍饼会本钱，无概念无技巧，唔通过去乌贝来，顺势就爱尊重趋势。 一多一空，赢爱冲，输爱救，赢多输少，套牢唔通死拗未拗，资金挖起来，做股票再赢。改变的开始，高期好彩头，对鳄鱼老师做定赢。亚洲投顾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，亚洲投顾招牌老，品质好，市场唯一的老字号，人才多，专业多。 经验多，三多营造获利，三多创造财富。股票、期货的专家，多空操作的赢家。亚洲投顾就是你家，有家的温暖。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，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。亚洲投顾真心照顾。S T 财经彩。